来吧，录开箱了啊！对个单号，拆了啊！应该没问题，这个是沈阳同城的吧？寄的还是抚顺那边寄的？反正是不远的。昨天寄的，今天到了。哇，什么小扎眼儿啊？没少扎眼儿啊！这个打包可以的啊，这个打包是可以的。哼哼，挺大的这个。称个体重啊，称个体重。活泼呀，你好活泼呀，挺大了这只啊，60多克了，60多克。珊瑚雪白啊，还挺粉的，这只挺漂亮。验个公母啊，验个公母。那可能我要被喷酸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坏了。哎呀，还验公母，钻到秤里去了，钻上这秤得拆开了。哎，失误又翻车了。好了，我不录了，好烦啊。让我给整出来了啊，反正就这玩意儿呢，我验了一下也是个母的就行啊。胆子有点小，这个蛇。露脑袋了。然后我中招了，被咬了啊！这个是验公母的时候，它可能有点疼，就给我咬了。现在要消毒啊。